谁是谁的幸福。你怎么又坏了？我坏了，你呢？我也是。好，你，我看看你帅不帅。我不帅。很帅。谢谢小天猫一人说话机。好帅呀，哥哥。诺诺，咬他。你以后会变回女人吗？你有病啊，我是女人吗？现在你现在一点不像女人，你现在像一个男人。你说我是男人。嗯，你以后还会变回来的吧。啊，你以后还会变回来的吧。你给我钱去接头上。不愿意了。嗯，现在你也接不了。那我能接了，你要给我钱。但是你短头发也可以女人的，你别戴这个耳环了，拜托。你快点摸了下播，快点。好的，我整了。快点。好，没问题。快点。没问题。快点。别这样了，我真看不惯你这样。那你别看啊。你不按时回来，我今晚就这样，我就一直这样到明天。你舒晴怎么还不回来？我现在马上就要下了。你能不能把你那个耳环给脱了呀？你又没有按时回来。我本来也要下播的。我要。我本来也要下播的。现在已经零九分了。现在已经零九分了。可是你也没下呀，我就是。现在已经零九分了，我要把这个耳环一直戴，我要戴一个星期。好啊，你最好戴，你最好戴一个星期。嗯，我睡觉都戴。可以，我洗澡也戴，我做什么我都戴。我监督你戴一个星期，嗯，我监督。我就戴一个星期。我监督你。对，因为你不按时回来。什么下？我下播了，你没下播，我怎么跟你说呀？嗯，好吧，好吧，那再等我五分钟行吗？五分钟。嗯，五分钟。好啊。回来了，姐。不叫我哥了，你不是觉得我很帅吗？为什么要我换回来？但是你帅归帅。嗯？帅归帅，但是。但是怎么了？但是怎么了？但是不太。不太哪个？你快下播吧！你说我回来你就下播的。嗯。你就光催我，你自己就不下播。那本来就是啊，本来就是说好的。那你也说好了，因为我本来要下，我就看你在不在，果然你真的在。然后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，你居然还说你还要一会儿。你快点。嗯，快点。你看我已经没带了，你看我已经没带了。你带了，你那边耳朵坏了。好吧，这还挺好看的。对啊，他没发现，因为他回来他就只会看他的手机，他都不会看我。不是吗？那你看我啊。看吗？还有呢？换裙子，变得很女人。你根本就没看。有看到了已经，但是还是有点帅，是怎么？没帅。你脸长得帅。不是，真的不是，是因为我穿了外套。确实，你不穿呢，算了。啊！他们已经看我没穿了，只有你没有看过。我看过。你没看过。看过。我说你现在没看过。我要下播了。嗯，我是说没穿外套，你们在说什么？